同学们大家好，之前给大家讲解了 interface class 相关的知识点，这节课呢我们稍微介绍一点新的知识，然后主要通过两个例子带大家复习一下之前我们学的知识点，看一下在真实场景中这些知识点是如何被使用的。打开我的编辑器，进入到 demo.ts 这个文件里面，我呢首先创建一个类 last person， 然后定一个private 这样的私有属性，可以在 constructor 里面直接写一个 private name 冒号 string 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简写，等价于三行语句还是四行语句，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呢我去创建一个 person 的实例， OK， down， 这个时候啊我的这个实例里面就会有一个 name 属性，但这个 name 属性是私有的，你能不能直接调用它 person.name， 在类外是没法直接调用的。有的时候我希望对这个 name 啊做一些保护，所以呢我就会要求你这个 name 不能直接对外去提供访问。可是啊我可以对 name 做一个加密之后，或者说做一些处理，再把它暴露给外部去使用。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新的语法，叫做类里面的 getter 和 setter。 那 getter 是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写一个 get， 然后我们叫做比如说 get name return this 点 name， 它的意思是呢其实我定义了一个 get name 这样的属性啊，虽然你看它是个方法，但是在类的外部调用这个 getName 的时候，它是一个 getter， 它允许你通过属性的形式直接调 getName。 那调这个 getName 的时候实际上返回的是 this.name 这个私有属性。好，也就是你在类外啊现在没有办法直接通过 person.name 获取到 name 的这个属性值，但是你却可以通过 getName 去获取到 person 的name 属性值。因为当我调 getName， 大家看我这里没有调括号，因为这就是 getter 的一个写法，它不需要你调这个括号。那我直接打印一下，首先调用 getName 它去执行这里面的这个 getter， getter 呢会去找 this.name， 因为这个时候获取 this.name 是在类内，它是允许的，所以这样的话间接的你就可以调 name 这个私有属性。我打印一下呀，行所点 log，咱们在控制台里来看一下 ts node， 然后 demo.ts， 你发现 del 就可以打印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么写啊好像没什么意义啊，其实它是有一些意义的。我们的 name 是一个私有属性，不想被外部所调用，但是如果通过 getter 这样的写法，其实我在给外部调用的时候我可以给它加个密，比如说在 name 后面再加一个例空格例保存，清一下屏，你可以看你打印的这个 getName 实际上是 del 里，但本质上呢真正存在 person 里面的却是一个 del， 相当于这个例啊是返回的时候你对这个 name 做了一些加工，这个加工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加密然后再返回，那就可以确保 name 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很多时候 getter 的作用在于这里。一般来说呢我们写 getter 也不会这么去写啊，我们说一个 private 这样的属性，一般我们会给它前面加一个下划线 name， 然后呢 getter 我们会使用真正的一个 name， 然后这样的话写一个下划线 name。 那我真正调 name 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么去调 person.name 去调，实际上 person.name 调的是什么，是它的 getter 里面的这个 name 对应的 getter， 然后它返回的是私有的这个 name 属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私有属性前面，我们一般啊看很多代码，各种各样语言的代码里面前面可能都会多一个下划线，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和 getter 相配合。同样的呢 setter 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的这个 name 是私有属性，或者说下划线 name 是私有属性，所以你呢调用 person.name 去直接给它赋值是没法赋值的，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个 set name 这样的 setter， 然后它会接收一个叫 name 这样的 string 类型。接着我给 this 点下划线 name 私有属性啊，让它等于 name 去做一个赋值，大家来看
person 点 name 等于 del_li。 OK， 那在这里呢 set 也可以帮助你去保护这个私有变量，也就是 setter 也可以帮助你去保护私有变量。怎么保护呢？大家看，我现在传入的可能是一个 del 空格 li， 但我真正的 name 其实只想储存 del，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 set 来对它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这样 const real name 等于 name.split 空格后面的0保存。这个时候我们把 person.name 赋值成 del_li 的时候， name 现在是 del_li， 然后呢切割过后 real name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 del， 而我让 name 等于 del。 好，然后我们再 console.log 一下 person.name 保存，清一下屏，打印的也是 del_li，也就是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在 person 里面存了一个 del_li 这样的属性，但实际上真正存在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 private 这个下划线 name 里的实际的值是什么呀？是不是只有 del 这样的一个值啊？而你之所以返回 del_li 是因为你调用的是 getter 这个东西，而 getter 会拿到 del 后面再拼一个 li， 哎，所以通过 getter 和 setter 你可以把私有的这个变量保护住，让别人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是 del_li， 但真正的这个私有变量实际上是一个 del。 OK， 这就是 getter 和 setter 的一个新的知识点，以及 private 这样的属性它存在的一个意义，它可以帮助你保护私有属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这块的代码我先注释掉。那其实这里讲的是 getter and setter。行，我们继续来讲啊，结合之前我们学的知识点，我们来带大家写一个设计模式里面的单例模式的代码。我想呢大家如果有比较多的 JS 的经验或者其他语言的经验，你应该了解在设计模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设计模式叫做单例模式，也就是一个类啊我只允许通过这个类获取一个这个类的实例。那单例模式用 TypeScript 应该怎么去写呢？我可以带大家写一个，其实这一块就是带大家综合的复习一下前面我们学到的类的相关的知识，有一些难度大家仔细来听。保存一下，首先啊我在这里创建一个 demo 这样的类。OK， 我希望呢 demo 这个类啊它永远只能生成一个类的实例，也就我不希望在下面 const demo1 等于 new demo， const demo2 等于 new demo。 这样的话其实我可以通过 demo 生成很多的实例，我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我希望啊 demo1 永远只能生成一个实例。那就首先要限制住，我不允许外部你通过 new demo 的形式来创建这个实例。那怎么限制住呢？我可以在这儿写一个 private constructor， 保存。当我写 private constructor， 也就是说我的 constructor 是一个私有的 constructor， 那么你外部调用 new demo 的时候它肯定要执行这个 constructor 的，而 constructor 又是一个私有的，在外部你创建它的时候想执行它，哎，这是不允许的，那我就规避了直接通过 new 这种形式去创建实例的这个情况。 OK， 但是如果你规避了创建实例的这个情况，那你怎么创建那唯一的一个 demo 的实例呢？所以在这儿我会提供给你一个 public 对应的 get instance 的方法。然后呢我允许你通过 demo 点 get instance， 当然你发现现在没法通过 demo 点 get instance 去获取这个方法，原因是我的这块呢不能写成 public。你呢如果想在类上面去使用一个属性的话，你呢其实啊可以在这儿写一个 static， 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知识点。 static 是指什么呢？是指把这个方法直接挂在类上而不是类的实例上面。好，当我有了 static 这个声明之后，我就可以直接调用 demo.get instance 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方法现在直接通过 static 挂在这个类的上面而不是类的实例上面。好，
我希望啊，通过 demo.get instance 返回一个 demo 的唯一实例，那么呢，我就可以 return 一个 new demo。 好，大家想想这个方法行不行啊？啊，这么去写行不行？是不是一个单例模式呢？我 demo 1，我再写个 demo 2，它都调用 demo.get instance。实际上，你这样的话 ，get instance 的时候，每一次还是 new 一个 demo 自身。为什么把 new 写在这里就能运行了呢？是因为这个时候 new demo 是在 demo 这个类内的，所以你可以调用这个 private 的 constructor。好，但是每次 new 一个 demo 还是一个新的实例，也就是 demo 1和 demo 2。它指向的不是一个唯一的实例，还是两个不同的实例。继续，我们怎么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再借助 static 做一个处理。我可以写一个 static private 叫做 instance 冒号 demo。 好， must be OK， 应该是 private static instance demo 啊。什么意思？我在 demo 上面依然创建了一个属性叫做 instant， 因为它是 static， 所以 instance 直接挂在这个 demo 的类上。但是呢，它又是一个 private 的这样的属性，意思是什么？你看 get instance 是 static 的，而 instance 也是 static， 在外部呢，你可以直接调 get instance， 是因为它前面默认有一个 public， 所以不写也行。但你直接啊在外部去调用 demo.instance， 哎，你发现根本就调不到，它是会报错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私有的，只能在类的里面去使用，类的外面你直接去使用是不行的。好，我定义这个 instance 的目的是干啥呀？是存储你 new 的这个 demo。 我可以这么去写 if 没有 list.instance， 也就是说你现在啊这个 demo 类上没有一个 instance 这样的内容，也就是 instance 它的内容是 undefined 的时候，那我呢可以让 this.instance 等于 new demo。 否则的话呢，我呢就什么也不干，最后呢 return this.instance， sorry，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单例，其实下面的 demo1 和 demo2 就相等了。我们看怎么回事啊。首先我调用 demo1 啊，demo.get instance 会去执行，它判断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这里面有没有一个 this.instance 啊，实际上 instance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 none 或者 undefined， 什么也没有，那我就创建了一个 demo 的实例放在 instance 上面，我再把这个实例给返回回去。所以 demo1 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创建 new demo 的一个过程的。而 demo2 运行 demo.get instance 的时候它是怎么运行的呀？它是首先我去调用 get instance，这个时候 this.instance 有没有，因为 demo 上的 instance 这个属性因为在第一次创建的时候已经挂载到这个类上了，所以这个时候 this.instance 是存在的，那存在我就不需要再重新创建了，我直接 return 存在的那个实例就可以了。所以 demo1 和 demo2 现在理论上是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那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单例。这块呢你可以在这里啊new instance 的时候我可以传一个 name 属性进来，比如说是一个 string， 然后这块呢接受一个 name。 好，然后呢这块因为你去 new demo 的时候 name 也会传过来，对不对？然后 name 也是一个 string 类型，我可以写一个 public， 把它变成一个 public 的属性。这块我少了一个 b， OK， 加上就没问题了。那下面这块呢，其实 get instance 这块接收一个 name 这样的参数，然后往这里面去传，只有第一次接收的这个 name 有用，第二次调 get instance， 哎，它就不会往里面去传了。所以其实写在这儿啊，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把它干掉，直接在这里去写就行了。delete， 也就是当你创建这个实例的时候，它呢会传一个 delete 给到 constructor 里面去。所以 constructor 里面呢就会自己往这个 demo 的实例上面去存储一个叫做 name 的属性。那大家想，现在其实我就可以在下面去打印 demo1.name 了，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啊，保存没有任何问题 delete， 同时我再打印 demo2.name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两次都能够打印出 daily， 所以这个单例模式的代码，最简单的一个代码就带大家写完了。所以通过这段代码，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 static 静态的属性它是放在类上面的，也可以很好的理解 private 这样的私有限制符它的一个真正的使用场景，同时还能够去理解单例模式到底是什么。虽然呢，大家第一遍理解的过程中呢，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难，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反复的听课程，把这段代码搞懂，其实你会有比较大的成就感的。那这节课呢，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的内容，大家加油！